禅宗专辑典籍，读诵国语版。破音字漏读，字音请自行对照文字档更正。美国佛教会佛教电脑资讯库功德会网站提供档案下载。禅宗专辑所收经典一览表9902，禅宗专辑典籍，读诵国语版。五灯录五灯会，原宋普记的五灯会原卷第一期佛骨佛应是。绵力无穷，不可以周之而悉数也。禁锢贪贤劫有千如来，寄于世家，但寄七佛。按常阿含经云，七佛经尽力，放光灭暗明，各个坐树下，于中成正觉。又曼殊势力为七佛祖师，金华善会大士登嵩山顶行道，感七佛引前，为摩阶后，金枝转树，断自七佛而下。提婆师佛，提婆师佛，过去庄严劫，第998尊，记曰：身从无相众受生。犹如幻出诸形象，幻人心识本来无，罪福皆空无所住。常阿含经云：人寿80000岁时，此佛出世，众沙利，性居利若，父头、母头婆提，居般头婆提城，坐波波罗树下，说法三会。度人348000，神族二，一名天察，二名提舍，侍者无忧子方英，师气佛，师气佛，庄严劫，第999尊，记曰：起诸善法本是幻，造诸恶业亦是幻，身如巨墨，心如风，幻出无根无实性。常阿含经云：人寿70000岁时，此佛出世，众沙利，性居利若，父名香，母光耀，居光相成，坐分陀利树下，说法三会，度人250000，神族二，一名阿毗福，二名活陀，侍者忍行子无量。毗舍浮佛，毗舍浮佛，庄严劫，第1000尊，记曰：假借四大以为身，心本无声音境有，前境若无心亦无，罪福如幻起意念。常阿含经云：人寿60000岁时，此佛出世，众沙利，性居利若，父善灯。母称戒，居无欲成，坐婆罗树下，说法二会，度人13000，神族二，一浮游，二欲多魔，侍者即灭子妙绝，居留孙佛，居留孙佛，见在贤劫，第1尊，记曰：见身无实是佛身，了心如幻是佛幻。了得身心本性空，斯人与佛何殊别？常阿含经云：人寿40000岁时，此佛出世，众婆罗门，性迦叶，父礼德，母善知，居安和城，坐施利沙树下，说法一会，度人40000。神族二，一萨弥。二提楼，侍者善觉子上圣，居那含牟尼佛，居那含牟尼佛，贤劫，第2尊，记曰：佛不见身之是佛，若实有之别无佛，智者能知罪性空，坦然不怖于生死。常阿含经云：人寿30000岁时，此佛出世。众婆罗门，性迦叶，父大德，母善圣，
须清净城，坐乌赞婆罗门树下，说法一会，度人三万，神足二，一书那，二女多楼，侍者安和子导师，迦叶佛迦叶佛，贤杰，第三尊，即曰：一切众生性清净，从本无生无可灭，即此身心是幻生，幻化之中无罪福。长阿含经云：人寿二万岁时，此佛出世，众婆罗门，姓迦叶，父梵德，母财主，居波罗奈城，坐弥居律树下，说法一会，度人二万，神足二，一提舍，二婆罗婆，侍者善游子及君，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，贤杰，第四尊，姓沙利，父净梵天，母大清净妙位，登补处，生兜率天上，名曰圣善天人，一名护明大士，度诸天众，说补处行，于十方界中现身说法。普要经云：佛出生沙利王家，放大至光明，照十方世界，地涌金莲华，自然捧双足，东西及南北各行于七步，分手指天地，作狮子吼声，上下及四维，无能尊我者，即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也，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，年十九，欲求出家而自念言：当复何欲？即于寺门游观，见寺等事，心有悲喜而作思维：此老病死，终可厌离。于是夜子时，有一天人名曰净居，于窗有中插手白言：出家时至，可去矣。太子闻已，心生欢喜，即于城而去，于檀克山中修道，始于阿兰迦兰处三年，学不用处定，知非便舍，复至玉头兰浮处三年，学非非想定，知非意舍，又至象头山，同诸外道日食麻麦，经于六年，故经云：以无心亦无受行，而悉摧伏诸外道，先立是邪法，是诸方便，发诸意见，令至菩提。故普及经云：菩萨于二月八日，明星初时成道，号天人师，时年三十矣，即穆王三年癸未岁也，继而于路也院中为臣如等五人转次第法轮而证道果，说法住世四十九年，后告弟子摩诃迦叶：吾以清净法眼灭妙心持相无相微妙正法，将赴于汝，汝当护持，并赐阿难赴二传话，无令断绝。而说即曰：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，今复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？尔时世尊说此即已，复告迦叶：吾将今旅僧伽离衣传赴于汝，转授补处，至此是佛出世，勿令朽坏。迦叶闻记，头面礼足曰：善哉善哉，我当依是恭顺佛故。尔时世尊至居师那城，告诸大众：吾今悲痛，欲入涅，即往西莲河侧梭罗双树下，右骨肋足，勃然咽气，复从观起，为母说法，
客是双足华佗，并说无常即曰：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矣，寂灭未乐。时诸弟子及以相心净菩提之，今后金观如故。尔时大众集于佛前，以偈赞曰：凡俗诸猛士，何能制火？请尊三昧火为金色身。尔时金观从坐而起，高披多罗树，往返空中，化火三昧，须臾灰生，得舍利八虎四斗。即穆王52年壬申岁2月15日也。自世尊灭后1117年，交至中夏，及后汉永平时年戊辰岁也，世尊才生下，乃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顾四方曰：天上天下，唯吾独尊。世尊一日生坐，大众即定。文殊白追曰：地观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世尊便下坐。世尊一日生坐，默然而坐。阿难白追曰：请世尊说法。世尊云：会中有二比丘犯律行，我故不说法。阿难以他心通观是比丘，遂乃遣出。世尊还复默然。阿难又曰：是来为二比丘犯律，是二比丘已遣出，世尊何不说法？世尊曰：吾是不为二乘声闻人说法。便下坐。世尊一日生坐，大众即定。迦叶白追曰：世尊说法尽，世尊便下坐。世尊90日在刀立天，为母说法，即辞天界而下，14众8部俱往空界奉迎。有莲花色比丘尼作面云：我是尼身，必须大僧后见佛，不如用神力变作转轮圣王，千子围绕，最初见佛，果满其愿。世尊才见，乃喝云：莲花色比丘尼，汝何得越大僧见吾？汝虽见吾色身，且不见吾法身。须菩提言中宴坐，却见吾法身。世尊悉因文殊至诸佛及处，执诸佛各还本处，唯有一女人进彼佛座，入于三昧。文殊乃白佛云：可此人得进佛座，而我不得。佛告文殊：汝但觉此女令从三昧起，汝自问之。文殊绕女人三匝，明指一下，乃脱至梵天，尽其神力而不能出。世尊曰：假使百千万文殊，出此女人定不得。下方经过42河沙国土，有网明菩萨出此女人定。须臾，网明大士从地涌出，作礼世尊。世尊是网明出，网明却至女子前，明指一下，女子于是从定而出。世尊因波斯匿王问：圣义地中有世俗地否？若言无，至不应二；若言有，至不应一。一二之意，其意云何？佛言：大王，汝于过去龙光佛法中曾问此意，我今无说，汝今无听，无说无听，是名为一意二意。世尊一日见文殊在门外立，乃曰：文殊，文殊，何不入门来？文殊曰：我不见一法在门外，何以教我入门？世
世尊一日作四，见二人生诸过，乃问这个是甚么，曰佛具一切事，诸子也不识。世尊曰也须问过，世尊因有一学问，诸法是常邪，世尊不对。又问诸法是无常邪，亦不对。一学曰世尊具一切事，何不对我？世尊曰汝之所问皆为戏论。世尊一日是随色摩尼珠问五方天王，此珠而作何色？十五方天王互说异色。世尊复藏珠入袖，却抬手曰此珠作何色？天王曰佛手中无珠，何处有色？世尊叹曰汝何迷道之甚，吾将是诸事之，便各强说有青黄赤白色；吾将真诸事之，便总不知。十五方天王悉皆悟通。世尊因前踏婆王献乐，其实山河大地尽作琴声，迦叶起作舞。王问迦叶岂不是阿罗汉诸漏已尽，何更有余习？佛曰实无余习，莫谤法也。王又抚琴三遍，迦叶亦三度作舞。王曰迦叶作舞岂不是？佛曰实不曾作舞。王曰世尊何得妄语？佛曰不妄语，如抚琴，山河大地木石尽作琴声，岂不是？王曰是。佛曰迦叶亦复如是，所以时不曾作舞。王乃信受。世尊因外道问昨日说何法，曰说定法。外道曰今日说何法，曰不定法。外道曰昨日说定法，今日何说不定法？世尊曰昨日定，今日不定。世尊因五通仙人问世尊有六通，我有五通，如何是那一通？佛照五通仙人，五通应诺。佛曰那一通你问我。世尊因普眼菩萨欲见普贤，不可得见，乃至三度入定，遍观三千大千世界，觅普贤不可得见，而来白佛。佛曰汝但于净三昧中起一念，便见普贤。普眼于是才起一念，便见普贤，向空中成六牙白象。世尊因字字日文书三处过下，迦叶欲白追并出，才念追，乃见百千万亿文书，迦叶尽其神力，追不能举。世尊遂问迦叶如你并那个文书，迦叶无对。世尊因常找范志所论议，欲曰曰我亦若堕，我自斩首。世尊曰汝亦以何为宗？智曰我以一切不受为宗。世尊曰是见受否？智拂袖而去，行至中路，乃圣为弟子曰我当回去，斩首以谢世尊。弟子曰人天众前，幸当得胜，何以斩首？智曰我宁于有智人前斩首，不于无智人前得胜。乃叹曰我亦两处复堕，是见若受复门处出，是见不受复门处戏，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亦堕处。
唯有世尊诸大菩萨知我意堕。回至世尊前曰：我意两处复堕，故当斩首以谢。世尊曰：我法中无如是事，汝当回心向道。于是同五百徒众依石头佛出家，证阿罗汉。世尊悉欲将诸圣众往第六天说大集经，是他方此土人间天上一切名恶鬼神，悉皆集会，受佛咐嘱，拥护正法，设有不复者。四天门王妃热血轮追之令集，即集会已，无有不顺佛事者，各发弘誓，拥护正法。唯有一魔王为世尊曰：瞿昙，我待一切众生成佛尽，众生皆空，无有众生名字，我乃发菩提心。世尊常与阿难行寺，见一古佛塔，世尊便作礼。阿难曰：此是甚魔人塔？世尊曰：此是过去诸佛塔。阿难曰：过去诸佛是甚魔人弟子？世尊曰：是吾弟子。阿难曰：应当如是。世尊因有外道问，不问有言，不问无言。世尊良久，外道赞叹曰：世尊大慈大悲，开我迷云，令我得路，乃作礼而去。阿难白佛：外道得何道理？称赞而去。世尊曰：如是良马，见边影而行。世尊一日是阿难，时时将至，汝当入城持钵。阿难应诺。世尊曰：汝既持钵，须依过去七佛一事。阿难便问：如何是过去七佛一事？世尊召阿难，阿难应诺。世尊曰：持钵去。世尊因有比丘问：我于世尊法中见处即有，正处未是，世尊当何所示？世尊曰：比丘某甲，当何所示？是汝此问。世尊成道后，在士多林中一树下家夫而坐，有二商人以五百乘车经过林汉，有二车牛不肯前进，商人乃讶，见之山神，抱言：林中有圣人成道，今于四十九日未时，汝当供养。商人入林，果见一人端然不动，乃问曰：为是梵王邪？地是邪？山神邪？河神邪？世尊微笑，举袈裟矫饰之。商人顶礼，遂臣供养。世尊因婆善别音相，至一种间，见五毒楼，乃敲一毒楼问婆：此生何处？曰：此生人道。世尊又敲一曰：此生何处？曰：此生天道。世尊又别敲一问：此生何处？婆往之生处。世尊因黑是梵智运神力，以左右手擎合欢梧桐花两株来供养佛。佛召仙人，梵智应诺。佛曰：放下这。梵智遂放下左手一株花。佛又召仙人：放下这。梵智又放下右手一株花。佛又召仙人：放下的。梵智曰：世尊，我今两手皆空，更教放下各甚魔？佛曰：无非教汝放舍其花，汝当放舍外六尘内六根中六识，一识舍却，
无可舍处，是如免生死处。泛至于言下物无生忍。世尊因灵山会上五百比丘得四禅定，具五神通，未得法忍，以宿命智通，个个自见过去杀父害母，及诸重罪，于自心内个个怀疑，于甚身法不能正入，于是文殊成佛神力，遂手握利剑，直逼如来。世尊乃谓文殊曰：“住，住，不应作逆，勿得害吾，吾必被害，未善被害。”文殊失礼，尔从本以来无有我人，但以内心见有我人，内心起时，我必被害，即名为害。于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，如梦如幻，于梦幻中无有我人，乃至能生所生父母。于是五百比丘同赞叹曰：“文殊大智士，深达法缘底，自手握利剑，持逼如来身，如见佛一耳，一相无有二，无相无所生，世中云何沙？世尊因得不发眼迷，现花于燃灯，燃灯见不发处，遂曰退众，乃至得曰：此一方地，一剑一犯沙，十众中有一贤于长者，持标于指处插曰：见犯沙境，十诸天散花，赞曰：庶子有大智矣。世尊因妻贤女由师陀林。一女指师曰：“师在这里，人向甚处去？”一女曰：“作魔，作魔！诸子弟观，个个弃物。”感地是散花曰：“唯愿圣子有何所需？我当终身功绩。”女曰：“我家四世七真，悉皆具足，唯要三般物。一要无根树子一株，二要无阴阳的一片，三要叫不响山谷一座。”帝释曰：“一切所需，我悉有之。若三般物，我实无得。”女曰：“汝若无此，争解济人。”帝释往错，遂同往白佛。佛言：“师家，我诸弟子大阿罗汉不解此意，唯有诸大菩萨乃解此意。世尊因吊达谤佛，生身入地狱，遂令阿难问：你在地狱中安否？”曰：“我虽在地狱，如三禅天乐。”佛又令问：你还求出否？曰：我待世尊来便出。阿难曰：佛是三界大师，岂有入地狱分？曰：佛既无入地狱分，我岂有出地狱分？世尊因闻疏忽起佛见法见，被世尊威神摄向二铁为山。城东有一老母，与佛同生而不欲见佛，每见佛来，即便回避。虽然如此，回顾东西，总皆是佛，遂以手掩面，于时执掌中亦总是佛。央觉摩罗因持波智依长者门，其家妇人正值产难，子母未分。长者曰：屈寒弟子，汝未至圣，当有何法能免难？央觉与长者曰：我大陆道，未知此法，待我回问世尊，却来相报。即犯，俱是白佛。佛告央觉：汝速去报，言我自从贤圣法来，未曾杀生。央觉奉佛语即往告之，其父得闻，
当时分娩。世尊常在泥去绿树下坐寺，因而商人问世尊还见车过否，曰不见。商人曰还闻否，曰不闻。商人曰莫禅定否，曰不禅定。曰莫睡眠否，曰不睡眠。商人乃叹曰善哉善哉，世尊觉而不见，遂现白干两段。世尊在灵山会上，拈花示众，是时众皆默然。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。世尊曰吾有正法掩藏，涅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郊外别传。副主摩诃迦叶，世尊至多子塔前，命摩诃迦叶分坐另坐，以僧伽梨为之。遂告曰吾以正法掩藏密腹于汝，汝当护持，传复将来。世尊临入灭，文殊大士请佛再转法轮。世尊多曰文殊，吾49年住世，未曾说一字，如请吾再转法轮，是吾曾转法轮邪？世尊于涅会上以手摩胸，告众曰汝等善观吾子摩金色之身，瞻仰取足，勿令后悔。若为吾灭度，非吾弟子；若为吾不灭度，亦非吾弟子。十百万亿众悉皆弃物，悉天祖师一祖摩诃迦叶尊者，一祖摩诃迦叶尊者，摩诃佛国人也，姓婆罗门，父隐则，母相智，悉未断金枝，善明金性，使其柔服。复法传云，常于久远劫中，提婆师佛入灭后，四众其塔，塔中相面金色有缺坏，时有贫女将金珠往金枝锁，请示佛面，继而因共发愿，愿我二人为无因夫妻，由是因缘，91劫身皆金色，后生梵天，天寿尽，生中天摩诃陀国婆罗门家，名曰迦叶波，此云隐光圣尊，盖以金色为号也。咒是至求出家，嫉妒诸有。佛言：善来比丘，须发自除，袈裟者体，常于众中称叹第一。复言：吾以清净法眼，将覆于汝，汝可留步，吾令断绝。涅经云：尔时世尊欲涅时，迦叶不在众会，佛告诸大弟子：迦叶来时，可令宣扬正法掩藏。尔时迦叶在觉山地波罗窟，睹圣光明极露三昧，以净天眼，观见世尊于西莲河侧入般涅，乃告其徒曰：如来涅也，何其始哉！即至双树间，悲恋浩气，佛于金冠出世双足。尔时迦叶告诸比丘：佛以菩提金刚舍利，非我等事，我等宜当结集法眼，无令断绝。乃说偈曰：如来弟子，且莫念，得神通者当复结集。于是得神通者悉即往舍觉山地波罗窟，时阿难未漏未尽，不得入会，后证阿罗汉果，由是得入。迦叶乃白众言：此阿难比丘多闻总持，有大智慧，常随如来。
梵行清净，所闻佛法如水传气，无有一余。佛所赞叹，聪明第一，已可行彼及修多罗藏。大众默然。迦叶告阿难曰：“汝今宜宣法眼。”阿难闻与信受，观察众心而宣偈言：“比丘诸眷属，离佛不庄严，犹如虚空中。”众听之无悦，说是既已。礼众僧族，生法座而宣誓言：“如是我闻。”依止佛住某处说某经教，乃至人天等作礼奉行。时迦叶问诸比丘：“阿难所言，不错谬乎？”皆曰：“不亦世尊所说。”迦叶乃告阿难言：“我今年不久留，今将正法付嘱于汝，汝善守护，听无忌言。法法本来法，无法无非法，何于一法中？有法有不法。”说既已，乃持僧伽离依路基足山，四辞至下生。吉州孝王五年丙辰岁也，尊者因外道问：“如何是我？”者曰：“密我者是如我。”外道曰：“这个是我，是我何在？”者曰：“汝问我密。尊者一日踏弥寺，有一沙弥见，乃问尊者：何得自慰？”者曰：“我若不慰，谁为我慰？”二祖阿难尊者，二祖阿难尊者，王舍城人也，姓沙利地，父胡梵王，识佛之从弟也。梵与阿难陀，此云庆喜，亦云欢喜。如来成道业生，因为知名，多闻博达，智慧无碍，世尊以为总持第一，常所赞叹，加以素世有大功德，受持法藏，如水传气。佛乃命为侍者，尊者一日白佛言：“今日路程，见依其客事。”佛曰：“见何其客事？”者曰：“路程时见依散乐人作舞，出城总见无常。”佛曰：“我昨日路程，亦见依其客事。”者曰：“为审见何其客事？”佛曰：“我入城时见一散乐人作舞，出城时亦见乐人作舞。”一日问迦叶曰：“师兄，世尊传金袈裟外，别传个甚魔？”迦叶召阿难，阿难应诺。迦叶曰：“盗雀门前沙干的，后阿是王白言仁者，如来迦叶尊圣二师，皆已灭，而我多故，悉不能睹。尊者般灭时，愿垂告别。”尊者许之，后自念言：“我身微脆，犹如巨墨，况复衰老，岂堪久长？”阿世王与吾有约，乃一王公告之曰：“吾欲入灭，来此耳。”门者曰：“王亲，不可以闻。”者曰：“四王绝食，当为我说。时阿王梦中见一宝盖，七宝严饰，千万亿众围绕瞻仰，俄而风雨暴至，吹折其柄，珍宝璎珞悉坠于地，心甚惊异，既悟。”门者俱白上士。王闻失声号痛，哀感天地，即至皮舍离城，见尊者在河中流，家夫而坐。王乃坐礼而说偈曰：“稽首三界尊，
弃我而至此。暂停悲怨力，且莫般念。实体舍离王意在何侧？说纪言，尊者亦何素而归寂灭场？愿住须臾间而受于供养。尊者见二国王贤来劝请，乃说纪言：二王善言住，勿为苦悲念，念当我净而无诸有故。尊者复念：我若偏向一国，诸国争竞，无有是处，应以平等度诸有情，遂于河中流，将入寂灭。是时三河大地六种震动，雪山有五百仙人，赌资瑞应飞空而至。李尊者足辟跪白言：我于长老当正佛法，愿垂大慈度脱我等。尊者默然受请，即便家和西魏金帝为其先众说诸大法。尊者复念：先所度脱弟子应当来及，须臾五百罗汉从空而下，为诸仙人出家受具。其仙众中有二罗汉，一名桑那和修，二名莫田底迦。尊者知是法器，乃告之曰：昔如来以大法演复大迦叶，迦叶入定而复于我，我今将灭，用传于汝，汝受无教，当听纪言。本来复有法，复了言无法，个个须自悟，悟了无法。尊者复法眼藏净，身虚空，现十八变入风分训三昧，分身四分，一分奉刀立天，一分奉梭羯罗龙宫，一分奉毗舍离王，一分奉阿世王，各造宝塔而供养之。乃立王十二年癸巳岁也。三祖桑那合修尊者，三祖桑那合修尊者，摩诃罗国人也，一名舍那婆斯，姓毗舍多，父林胜，母奢耶，在胎六年而生，犯女桑诺家，此云自然福，即昔女九之秀草名也。若圣人降生，则此草生于境界之地，何修生时，瑞草思应，昔如来行化至摩诃罗国，见一青林，枝叶茂盛，与阿难曰：此林地名幽留图，吾灭度后一百年，由比丘桑那合修于此转妙法轮，后百岁果旦合修出家正道，受庆喜尊者法眼化道有情，即指此林，降二火龙归顺佛教，龙因知其地以见梵公。尊者化缘祭酒，思复正法，寻于大利国，得优波居多以为给事。因问居多曰：汝年几邪？答曰：我年十七。者曰：汝身十七，姓十七邪？答曰：师发已白，未发白邪？心白邪？者曰：我但发白，非心白耳。居多曰：我身十七，非姓十七也。尊者知是法器，后三载遂未落发受具，乃告曰：昔如来以无上法眼覆主家业，辗转相受而至于我，我今覆汝，勿令断绝。汝受无教，听无纪言，非法亦非心，无心亦无法。说是心法时，是法非心法，说既已，
即隐于宾国南向白山中。后于三昧中，见弟子居多，有500徒众，常多谢慢。尊者乃王弼，现龙分训三昧以调伏之，而说偈曰：“通达非彼此，至圣无常断，汝除轻慢矣，即得阿罗汉。”500比丘闻偈已，依交奉行，皆获无漏。尊者乃现18变火光三昧，用焚其身，居多收舍利，葬于梵迦罗山。500比丘各持1番，引导至彼，建塔供养，乃宣王22年已未遂也。四祖优波居多尊者，四祖优波居多尊者，扎利国人也，一名优波觉多，又名乌波居多，姓首陀，父善意，17出家，20正果，随方行化，至摩突罗国，得度者甚众，由是摩公震动，波寻仇怖，遂结其魔力，以害正法。尊者即入三昧，观其所由。波寻复4变，觅持璎珞迷之于境。即尊者出定，乃取人狗蛇3只，化为华，言谓欲波寻曰：“汝与我璎珞，甚是真妙。吾有华，以相酬奉。”波寻大喜，引镜受之，即变为3种臭汁，虫蛆坏烂。波寻厌恶，大声忧恼，尽己神力，不能移动，乃升6欲天，告诸天主，又诣梵王，求其解免。彼各告言：“实力弟子所作神变，我被凡漏，何能去之？”波寻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梵王曰：“如可归心尊者，即能除断。”乃未说计，令其回向曰：“若因得道，还因得起，离得求起，终无其理。”波寻受教矣，即下天宫，礼尊者足，哀怒忏悔。尊者告曰：“汝自今去，于如来正法，更不作扰害否？”波寻曰：“我是回向佛道，永断不善。”尊者曰：“若然者，汝可口自唱言：‘皈依三宝，魔王合掌3唱，华西除。’”乃欢喜曰：“作礼尊者而说偈曰：‘稽首三昧尊，实力圣弟子，我今愿回向，勿令有劣弱。’”尊者在世化道，正果最多，每度1人，以衣绸置于10世，其事纵18轴，广12轴，充满其间。最后有一长者子，名曰相仲，来礼尊者，至求出家。尊者问曰：“汝身出家，心出家？”答曰：“我来出家，非为身心。”尊者曰：“不为身心，复谁出家？”答曰：“夫出家者，无我我故，无我我故，即心不生灭，心不生灭，即是常道。诸佛亦常心无形相，其体亦然。”尊者曰：“汝当大悟，心自通达，一依佛法僧，少龙圣众，即为剃度，受具足戒。”仍告之曰：“汝父常梦今日而生汝，可名提多迦。”父谓曰：“如来以大法掩藏，次第传授，以至于我。”
今复复汝，听吾戒焉。心自本来心，本心非有法，有法有本心，非心非本法，复法矣，乃身虚空。乘十八变，却复本座，加夫而是，提多加以室内酬用分施区，收舍利，建塔供养。及平王三十年庚子岁也，五祖提多迦尊者，五祖提多迦尊者，摩迦陀国人也。梵语提多迦，此云通真良。出生之时，复梦今日自屋而出，照耀天地。前有大山，珠宝岩饰，山顶泉涌，滂沱四流。后遇居多尊者，未解之曰：“宝山者，无身也；泉涌者，法无尽也。日从屋出者，汝今入道之乡也；照耀天地者，汝智慧超越也。”尊者闻之说已，欢喜悦，而唱偈言：“巍巍七宝山，常出智慧泉。”回味真法味，能度诸有缘。居多尊者一说偈曰：“我法传于汝，当现大智慧。今日从屋出，照耀于天地。”提多迦闻之妙计，舍礼奉持，后至中印度。彼国有八千大仙，米遮迦为首。闻尊者至，律众瞻礼。为尊者曰：“昔与师同生梵天，我欲阿斯陀先受我仙法。师逢十力弟子，修习禅那，自此报分殊途，已经六劫。”者曰：“知离类劫，成灾不虚，今可舍邪归正，已入佛城。”米遮迦曰：“昔阿斯陀仙人受我祭云，汝却后六劫，当与同学，或无漏果。今也相遇，非宿冤邪，愿师慈悲，令我解脱。”者即度出家，命诸圣受戒，其余仙众，始生我慢。尊者是大神通，于是俱发菩提心。一时出家，者乃告米遮迦曰：“昔如来以大法掩藏密覆迦叶，辗转相授，而至于我。我今复汝，当护念之。”乃说偈曰：“通达本法心，无法无非法，悟了同为悟，无心亦无法。”说偈已，身躯空作十八变。火光三昧，自焚其躯。米遮迦与八千比丘同收舍利，于班徒山中其塔供养。即庄王五年己丑岁也，六祖米遮迦尊者，六祖米遮迦尊者，中印度人也，即传法已，游化至北天竺国，见至别之上有金色祥云，叹曰：“思道忍气也，必有大事未无嗣。”乃入城，于间有一人手持酒器，逆而问曰：“师何方来？欲往何所？”祖曰：“从自心来，欲往无处。”曰：“使我手中物否？”祖曰：“此事出气而复静者。”曰：“师使我否？”祖曰：“我即不识，识即非我。”复谓之曰：“汝是自称名士，吾当后世本因。”彼说即答曰：“我从无量劫，至于生死国，本姓婆罗堕，名字婆须弥。”祖曰：“我师提多迦说，世尊西游北印度，与阿难言。”
此国中无灭后300年，有一圣人姓婆罗多，名婆须弥，而于禅祖当获第七。世尊记汝，汝应出家，彼乃智气理师，特立而言曰：我思往劫常作盘那，现依如来宝座。彼佛记我曰：汝于贤劫释迦法中宣传至交，今佛师说愿家度脱，祖籍与梯涕复原界乡，乃告之曰：正法掩藏，今复于汝，勿令断绝。乃说记曰：无心无可得，说得不明法，若了心非心，实解心心法。祖说记已，入狮子奋训三昧，身虚空高七多罗树，却复本座，化火自焚，婆须弥收灵骨，筑七宝函，见浮屠置于上极，即襄王15年甲申岁也。七祖婆须弥尊者，七祖婆须弥尊者，北天竺国人也，姓婆罗多，常服净衣，执酒器，游行礼，或淫或笑，人谓之狂。即欲弥遮迦尊者，宣如来往至，自省前缘，投契出家，受法行化，至迦摩罗国，广兴佛事，于法座前，忽有智者自称：我名佛陀难提，今与师论义。祖曰：仁者论即不义，义即不论。若你论义，终非义论。难提之师亦圣，心即心服，曰：我愿求道，甘甘露味。祖遂与剃度，而受具戒，复告之曰：如来正法掩藏，我今复汝，汝当护持。乃说偈曰：心同虚空界，是等虚空法，正得虚空时，无是无非法，即入慈心三昧，十梵王帝释及诸天众俱来作礼，而说偈言：贤劫众圣祖，而当第七位，尊者哀念我，请为宣佛地。尊者从三昧起，是众曰：我所得法，而非有故，若识佛地，离有无故，于已还入三昧，是孽相。难提及于本座起七宝塔，以葬全身。即定王17年辛未岁也。八祖佛陀难提尊者，八祖佛陀难提尊者，迦摩罗国人也，姓瞿韩氏，顶有肉髻，辩捷无碍，出女婆须弥，出家受教，继而领徒行化，至皮迦国皮舍罗迦，见舍上有白光上腾，谓其徒曰：此家有圣人，口无言说，真大成器，不行自取，知处会耳。言气长者出至礼，问何所需。祖曰：我求是者。长者曰：我有一子，名佛陀蜜多，年已50，口未曾言，足未曾履。祖曰：如汝所说，真无弟子。佛陀闻之，具体礼拜，而说偈曰：父母非我亲，谁是最亲者？诸佛非我道，谁为最道者？足以记答曰：汝言与心亲，父母非可比，汝行与道合，诸佛心即是，外求有相佛，与汝不相似，
欲识汝本心，非合亦非离。佛陀闻偈已，便行七步。祖曰：此子昔曾知佛，悲怨广大，虑父母爱情难舍，故不言不履耳。长者遂舍令出家。祖寻受戒戒，复告之曰：我今以如来正法掩藏父主于汝，勿令断绝。乃说偈曰：虚空无内外，心法亦如此。若了虚空故，是达真如理。佛陀承师父主，以偈赞曰：我师禅祖中，当得位第八，法化众无量，悉获阿罗汉。尔时佛陀难提即现神变，却复本座，俨然寂灭。众星宝塔，葬其全身。即景王十年丙寅岁也。九祖佛陀密多尊者，九祖佛陀密多尊者，提迦国人也，姓提舍罗，既受八祖咐嘱，后至中印度行化，时有长者相盖，携衣子而来，瞻礼祖曰：此子处胎60岁，因号难生，常会一仙者，为此而非凡，当为法器。今遇尊者，可令出家。祖籍与落发受戒，结魔之际，祥光烛坐，仍敢设立三七立现前，自此精进妄提。继而祖告之曰：如来大法掩藏，今复于汝，汝护念之。乃说偈曰：真理本无名，因明显真理，受得真实法，非真亦非伪。祖父法已，即入灭尽三昧而般灭，众以香油旃檀为收舍利，建塔于那烂陀寺。即靖王33年甲寅岁也。始祖携尊者，始祖携尊者，中印度人也，本名南生，出江旦时，复梦一白象，备有宝座，座上安一明珠，从门而入，光照四众，既觉遂生。后值九祖，直视左右，未尝睡眠，为其邪不至席，遂号邪尊者焉。出至华士国，弃一树下，右手指得而告众曰：此地变金色，当有圣人入会。言讫，即变金色。时有长者子父那夜奢合掌前立。祖问曰：汝从何来？答曰：我心非妄。祖曰：汝何处住？答曰：我心非智。祖曰：汝不定邪？曰：诸佛亦然。祖曰：汝非诸佛？曰：诸佛亦非。祖因说偈曰：此地变金色，欲知有圣智，当作菩提树，觉华而成矣。夜奢复说偈曰：师作金色地，常说真实意，回光而照我，令入三摩地。祖知其意，即度出家，复具戒品，乃告之曰：如来大法藏，今复于汝，汝护念之。乃说偈曰：真体自然真，因真说有理，领得真真法，无形亦无止。祖父法已，即现神变而入灭，化火自焚。四众各以一圣舍利，随处兴塔而供养之。即真王27年己亥岁也。十一祖父那夜奢尊者，十一祖父那夜奢尊者，华士国人也，姓瞿盘氏，
复保身。既得法于邪尊者，寻一波罗奈国，由马明道士迎而作礼，问曰：我欲识佛，何者即是？祖曰：汝欲识佛，不识者是。曰：佛既不识，焉知是乎？祖曰：既不识佛，焉知不是？曰：此事具矣。祖曰：彼是目矣。祖问：具矣者何？曰：与师平出。马明却问：目矣者何？祖曰：汝被我解。马明豁然醒悟，稽首皈依，遂求剃度。祖谓众曰：此道士者，昔为提舍利国王，其国有一类人如马裸露，王运神力分身未残，彼乃得一。王后复生中印度，马人感恋悲鸣，因号马明焉。如来即云：吾灭度后600年，当有贤者马明于波罗奈国，摧伏异道，度人无量。既无传话，今正事实，即告之曰：如来大法掩藏，今复于汝。即说偈曰：迷雾如隐显，明暗不相离，今复隐显法，非一亦非二，尊者复法矣。即现神变，湛然圆寂，众星宝塔以全身。即安王19年戊戌岁也。十二族马明尊者，十二族马明大士者，波罗奈国人也，一名公圣，以有作无作诸功德罪为殊胜，故名焉。既受法于夜奢尊者，后于华士国转妙法轮，忽有老人作前徒弟，祖谓众曰：此非庸流，当有异香。言气不见，俄从地涌出一金色人，复化为女子，右手执祖而说偈曰：稽首长老尊，当受如来偈，今于此地上宣通第一义。说偈已，瞥然不见。祖曰：将有魔来，与吾教因决力，有请。风雨暴至，天地晦明。祖曰：魔之来信矣，吾当除之。即指空中，现一大金龙，奋发威神，震动山岳。祖俨然于座，魔事随灭。经7日，有一小虫，大若明，前行坐下，足以收取之。示众曰：斯乃魔之所变，道听无法耳，乃放之令去。魔不能动。祖告之曰：汝但皈依三宝，即得神通。遂复本行，作礼忏悔。祖问曰：汝名谁邪？眷属多少？曰：我名迦毗摩罗，有3000眷属。祖曰：尽汝神力，变化若何？曰：我化巨海即为小事。祖曰：汝化性海得否？曰：何谓性海？我未尝知。祖即谓说性海曰：山河大地皆依见力，三昧六通由兹发现。迦毗摩罗闻言，遂发信心，与徒众3000俱求剃度。祖乃召500罗汉与受俱戒，复告之曰：如来大法掩藏，今当复汝。汝听偈言，隐显即本法，明暗圆不二，
今复误了法，非取亦非离，复主矣。即入龙粪训三昧，挺身空中，如日轮香，然后是灭。四众以真体藏之龙龛，即显王四十二年甲午岁也。十三祖迦毗摩罗尊者，十三祖迦毗摩罗尊者，华氏国人也，初为外道，有徒三千，通诸议论。后与马明尊者得法，领徒至西印度，彼有太子，名云自在，养尊者名，请于宫中供养。祖曰：如来有教，沙门不得亲近国王大臣权势之家。太子曰：今我国城之北有大山焉，山有一石窟，可禅寂于此否？祖曰：诺。即入彼山，行数里，逢一大蟒，祖执前不顾，盘绕祖身，祖因与兽三归一，蟒听气而去。祖将至石窟，复有一老人素服而出，合掌问讯。祖曰：汝何所指？答曰：我昔常为比丘多乐寂静，有初学比丘数来请意，而我凡于应答，岂嗔恨想，命中堕为蟒身，住世窟中，今已千载，是女尊者或闻戒法，故来谢耳。祖问曰：此山更有何人居之？曰：北去十里，有大树阴覆五百大龙，其树王名龙树，常为龙众说法。我一听受耳。祖遂与徒众一比，龙树出迎曰：深山孤寂，龙王所居，大德至尊，何往神族？祖曰：无非至尊来访贤者。龙树默念曰：此师德决定性明道言否？是大圣迹真诚否？祖曰：汝虽心语，我已一知，但半出家，何虑无知不胜？龙树闻已，悔谢。祖即与度脱，及五百龙众俱受俱戒，复告之曰：今以如来大法掩藏，复主于汝，谛听戒言，非隐贤法，说是真实际，悟此隐贤法，非于亦非智，复法已，即现神变，化火焚身。龙树收五色舍利，见塔焉，即乃王四十六年壬辰岁也。十四祖龙树尊者，十四祖龙树尊者，西天竺国人也，一名龙圣，始于摩罗尊者得法，后至南印度，彼国之人多信佛业。祖谓说法，弟相谓曰：人有佛业，世间第一，徒言佛性，谁能睹之？祖曰：汝欲见佛性，先驱除我慢。彼人曰：佛性大小？祖曰：非大非小，非广非狭，无福无报，不死不生。彼闻理圣，悉回初心。祖父于座上，现自在身，如满月轮，一切众为闻法音，不睹祖香。彼众中有长者子，名迦那提婆，谓众曰：识此香否？众曰：目所未睹，安能辨识？提婆曰：此是尊者现佛性体香，已是我等何以知之？盖以无香三昧，形如满月，佛性之意
破然虚名，言气轮相即隐，复居本座，而说即言，身现渊月香，以表诸佛体，说法无其形，而变非声色，彼众闻记，顿悟无声，闲愿出家，以求解脱。祖籍未剃发，命诸圣受具，其国先有外道五千余众，作大幻术，众皆宗养，祖悉未化之，令归三宝，复造大制度，论中论十二门论，垂之于世。后告上首弟子迦那提婆曰：如来大法掩藏金刚覆乳，听无忌言，为明因显法，方说解脱理。于法心不正，无意无系，复法器，入月轮三昧，广现神变，复就本座，凝然禅寂。迦那提婆与诸四众共建宝塔以葬焉。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岁也，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，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，南天竺国人也，姓提舍罗，初求福业，兼乐辩论，后业龙树大士，将吉门龙树之士至人，先遣智者以满波水置于座前，尊者睹之，即以一针投之而进，欣然气会。龙树即为说法，不起于座，现月轮香，唯闻其声，不见其形。足与众曰：今此睿者，知现佛性，表说法非声色也。祖既得法，后至迦毗罗国，彼有长者曰梵摩净德。一日，袁术生耳如君，未甚美，为长者与第二子罗穆迦侯罗多取而食之，取以随常，进而复生，自于亲属皆不能见，祖知其素因，遂至其家，长者乃问其故，祖曰：汝家昔曾供养一比丘，然此比丘道眼未明，以虚瞻信之，故报为穆君，唯汝于子京城供养，得以享之，于即否矣。又问长者年多少，答曰：七十有九。祖乃说偈曰：入道不通理，复身还信之，汝年八十一，此数不生耳。长者闻偈已，米迦叹服，且曰：弟子衰老，不能治之，愿舍四子，随之出家。祖曰：昔如来祭此子，当第二五百年为大教主，今之相遇，盖福素因，即与剃发之事，至八年浮成，闻诸外道欲障佛法，祭之祭酒，祖乃知常入彼众中。彼问祖曰：汝何不前？祖曰：汝何不后？彼曰：汝似见人。祖曰：汝似良人。彼曰：汝解何法？祖曰：汝百不解。彼曰：我欲得佛。祖曰：我卓然得佛。彼曰：汝不何得？祖曰：原道我得，汝实不得。彼曰：汝既不得，云何言得？祖曰：汝有我故，所以不得，我无我故自当得。彼辞既屈，乃问祖曰：汝名何等？祖曰：我名迦那提婆。彼既素闻祖名，乃悔过致谢。
时众中游户兴问难，祖者以无爱之变，由是归服，乃告上足罗穆家侯罗多而复法眼，即曰：本对传法人，未说解脱离，于法时无证，无中亦无始，祖说既已，入分训定，身放八光，而归寂灭，学众兴塔而供养之。即前汉文帝十九年庚辰岁也，十六祖罗穆家侯罗多尊者，十六祖罗穆家侯罗多尊者，迦毗罗国人也，行化智士罗伐城，有河名曰金水，其味殊美，中流复现五佛影。祖告众曰：此河之源凡五百里，有圣者僧迦南提居于彼处，佛至一千年后，当少圣位予以领诸学众流而上，至彼见僧迦南提安坐入定，祖与众四之，经三七日方从定起。祖问曰：汝身定邪？心定邪？提曰：身心俱定。祖曰：身心俱定，何有出入？提曰：虽有出入，不失定相。如今在境，今体常寂。祖曰：若今在境，若今出境，今无动静，何物出入？提曰：言今动静，何物出入？言今出入，今非动静。祖曰：若今在境，出者何心？若今出境，在者何物？提曰：今若出境，在者非心；今若在境，出者非物。祖曰：此亦不然。提曰：彼亦非的。祖曰：此亦当堕。提曰：彼亦不成。祖曰：彼亦不成，我亦成矣。提曰：我亦虽成，法非我故。祖曰：我亦已成，我无我故。提曰：我无我故，复成何意？祖曰：我无我故，故成汝意。提曰：仁者失水，得是无我。祖曰：我失迦那提婆，正是无我。南提以记赞曰：稽首提婆失，而出于仁者，仁者无我故，我欲失仁者。足以记答曰：我以无我故，汝须见我我。汝若失我故，知我非我我。南提心意豁然，即求度脱。祖曰：汝心自在，非我所系。予以即以右手擒金钵，举至范公，取笔相范，将斋大众，而大众呼声厌恶之心。祖曰：非我之咎，汝等自业。即命南提分作同时，众复压之。祖曰：汝不得时，皆由此故，当知与无分作者，即过去梭罗树王如来也。宁勿降机，汝备一庄严劫中以至三过而未证无漏者也。众曰：我失神力，思可信矣。彼云过去佛者，即切疑焉。南提之众生慢，乃曰：世尊在日，世界平正，无有丘陵，江河沟渠，水溪甘美，草木滋茂，国土丰盈，无八苦行十善，
自双树世灭八百余年。世界秋虚，树木枯翠，人无智信，正念轻微，不信真如，唯爱神力，言气，以右手剑斩入地，至金刚轮际，取甘露水，以流利气持智慧所，大众见之，即时心目，悔过作礼。于是，祖命僧迦难题而复法眼，即曰：于法实无证，不取亦不离。法非有无相，内外云何起？祖复法已，安坐归寂。四众见塔，当前汉武帝二十八年戊辰岁也。十七祖僧迦难提尊者，十七祖僧迦难提尊者，是罗伐城堡庄严王之子也，生而能言，常赞佛事。七岁即厌世乐，以即告其父母曰：稽首大慈父，河南古血母，我今欲出家，幸愿哀悯故。父母故止之，遂终日不食，乃许其在家出家，号僧迦难提。父命沙门禅利多为之师，稽时久在，莫常推倦，每自念言：身居王宫，胡未出家？依稀天光下属，见一路坦平，不觉徐行，约十里许，至大烟前，有时枯烟，乃宴祭于中。复祭狮子，即定禅利多出国，访寻其子，不知所在。经十年，祖得法受记矣，行化至摩提国，忽有凉风袭中，身心越是非常，而不知其然。祖曰：此道德之风也，当有圣者出世，四续祖登乎？言气，以神力摄诸大众，游历三顾，时庆至一峰下，谓众曰：此峰顶有紫云如盖，圣人居此矣。即与大众徘徊久之，见山舍一童子，持圆剑直到祖前。祖问：如几岁邪？曰：百岁。祖曰：汝年尚幼，何言百岁？童曰：我不会礼，正百岁耳。祖曰：汝善积邪？童曰：佛言，若人生百岁，不会诸佛积，未若生一日而得绝了之。祖曰：汝手中者当何所表？童曰：诸佛大圆见，内外无暇异，两人同得见，心眼皆相似，彼父母闻子语，即舍令出家。祖携至本处，受具戒器，名迦耶舍多。他时闻风吹电铃声，祖问曰：铃名邪？风名邪？舍多曰：非风铃名，我心名耳。祖曰：心复谁乎？舍多曰：具寂静故。祖曰：善哉，善哉，既无道者，非子而谁？即复法眼，即曰：心地本无声，因得从缘起，缘众不相妨，华果亦复耳。祖复法已，右手攀树而化。大众亦曰：尊者树下归寂，其垂音后一呼，将奉全身于高原建塔，重力不能举，即就树下其塔。当前汉昭帝十三年丁未岁也。十八祖迦耶舍多尊者，十八祖迦耶舍多尊者，
摩其国人也，姓玉头兰，父天盖，母方盛，常梦大神持剑，因而有身，凡七日而旦，机体应如琉璃，未尝喜目，自然相结，又好娴静，与非常同，持剑出游，遇难其尊者，得度后，领徒至大月之国，见一婆罗门蛇有异气，祖将入彼蛇，蛇主鸠摩罗多问曰：“是何徒众？”祖曰：“是佛弟子，彼闻佛号，心神悚然，及时庇护。”祖良久叩其门，罗多曰：“此舍无人。”祖曰：“答吾者谁？”罗多闻语，知是一人，具开棺沿阶。祖曰：“昔世尊记曰：吾灭后一千年，有大事出现于月之国，少龙玄化，今汝之吾，应思家运。”于是鸠摩罗多发宿命志，投诚出家，受具气，复法记曰：“有种有心地，因缘能发蒙，与缘不相爱，当生生不生。”祖父法已，身虚空，现十八众身变，化火光三昧，自焚其身，众已设立其塔。当前汉成第二十年戊申岁也，十九祖鸠摩罗多尊者，十九祖鸠摩罗多尊者，大月之国婆罗门之子也，昔位自在天人，欲界第六天，见菩萨璎珞，忽起爱心，堕生刀立，欲界第二天，闻之家说含惹波罗蜜多，以法胜故，生于梵天色界，以根立故，善说法要，诸天尊为导师，以祭祖时至，遂降月之，后至中天竺国，有大事名业多，问曰：“我家父母素信三宝，而常迎吉寨，凡所迎坐，皆不如意，而我临家久未沾陀罗行，而身常勇健，所作何何？彼何姓？而我何辜？”祖曰：“何足疑乎？且善恶之报有三十焉，凡人但见人妖报受逆疾一凶，便为王因果须罪服，殊不知影响相随，逃离弥克，纵经百千万劫，亦不磨灭。时夜多闻是于矣，顿是所疑。”祖曰：“汝虽已信三业，而为名业从或生，或因时有，时一不觉，不觉一心，心本清净，无生灭，无造作，无报应，无胜负，寂寂然，灵灵然。汝若入此法门，可与诸佛同矣。一切善恶有为无为，皆如梦幻。”夜多成言灵智，即发宿会，恳求出家，既受具。祖告曰：“吾今既灭时至，汝当少行化机。”乃复法眼，即曰：“性尚本无生，未对求人说，于法既无德，何怀觉不觉？”又云：“此事妙因如来见性清净之具，汝宜传布后学。”言讫，即于座上，以指爪面，如虹连开出，大光明照耀四众，而路寂灭。夜多其他，当心是十四年壬午岁也。始祖夜多尊者，始祖夜多尊者，北天竺国人也，智慧渊冲，
化道无量。后至罗月城，敷阳顿交，别有学众，为上辩论，未知守者，名活修盘头，此云变形，常一时不卧，六十礼佛，清净无欲，为众所归。祖将欲度之，先问彼众曰：此变形口陀，能修梵行，可得佛道乎？众曰：我师精进，何故不可？祖曰：汝师与道远矣，设苦行利于尘劫，皆须妄之本也。众曰：尊者运何德行而讥我师？祖曰：我不求道，亦不颠倒；我不礼佛，亦不轻慢；我不常坐，亦不懈怠；我不衣食，亦不杂食；我不知足，亦不贪欲，心无所惜，明知曰道，识辨行闻已，发无漏智，欢喜赞叹。祖又与彼众曰：会无与否，无所以然者，为其求道心切，夫险极极断，故无不赞，令其住安乐地，入诸佛室，复告辩行曰：无事对众，亦错人者，得无恼于中乎？辩行曰：我意念七劫前，生长安乐国，师与智者曰敬，即我非久当正思陀含过，时有大光明菩萨出世，我已老故，特葬礼业。师是我曰：众子亲父，依何彼哉？时我自谓无过，请师示之。师曰：如你大光明菩萨，以葬以壁化佛面，以此过慢，遂失二果，我则功悔过以来，闻诸恶言，如风如响，况今或饮无上甘露，而反生热恼邪？唯愿大慈，以妙道垂慧。祖曰：如九十众德，当即无宗。听无忌曰：言不合无声，同于法界性。若能如是解，通达是理性，祖父法已，不起于坐，俨然归寂。为收舍利建塔，当后汉明帝十七年甲戌岁也。二十一祖陀修盘头尊者，二十一祖陀修盘头尊者，罗月城人也，姓毗舍，父光盖，母烟衣，家父而无子，父母倒于佛塔而求四焉。依稀，母梦吞明暗二珠，觉而有孕。经七日，有一罗汉名贤众至其家，光盖舍利，贤众端坐受之，言一出拜，贤众必席，云：回礼法身大事，光盖往特其由。遂取一宝珠贵献，视其真伪，贤众即受之，殊无逊谢。光盖不能忍，问曰：我是丈夫，治理不顾，我妻何德？尊者必知。贤众曰：我受礼那珠，贵福如耳，汝父怀圣子，生当为是灯会日，故无必之，非众女人也。贤众又曰：汝父当生二子，一名陀修盘头，则无所尊者也；二名除尼，此云也却子。昔如来在雪山修道，除尼朝于顶上，佛即成道，除尼受报为那提国王，佛即云：汝至第二五百年，生罗月城毗舍家，与圣同胞，
金无双翼。后一月，国产二字。尊者脱修盘，头年至十五。李光度罗汉出家，感提婆诃菩萨与之受戒，行化至那提国。彼王名常自在，有二字，一名摩诃罗，四名摩那罗。王问祖曰：“罗月成土风，与此何异？”祖曰：“彼土曾三佛出世，今王国有二师化道。”王曰：“二师者谁？”祖曰：“佛继第二五百年，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继圣，即王之四子摩那罗，是其一也。吾虽得佛，敢当其一。”王曰：“诚如尊者所言，当舍此子作沙门。”祖曰：“善哉，大王能遵佛旨，即与受具复法。”既曰：“好患同无爱，如何不了悟？答法在其中，非今亦非古。祖复法已，身高半由旬，已然而住。四众仰瞻前倾，复作家夫而视。菩提得舍利，建塔。当后汉商帝十二年丁巳岁也。二十二祖摩那罗尊者，二十二祖摩那罗尊者，那提国常自在王之子也。年三十，欲脱修祖师，出家传法至西印度。彼国王名得度，及瞿昙种族，皈依佛乘，勤行精进。一日，于行道处，现一小塔，欲取供养，众莫能拒。王及大会梵行、禅观咒术等三众，欲问所疑，始祖亦复此会，是三众皆莫能辨。祖即为王广说塔之所因。塔，阿育王造者，此不凡路，今之出现，王福利之所至也。王闻是说，乃曰：“至圣难逢，是乐非久。”即传位太子，头祖出家，七日而证四果。祖身家位会曰：“汝居此国，善自度人，今已遇有大法器，吾当往化。”得度曰：“师应机十方，动念当至，宁劳往邪？”祖曰：“然。”于是焚香，遥与月之国赫勒那比丘曰：“汝在彼国，教导赫众，道果将正，一字知之。”时赫勒那为彼国王宝印说修多罗记，忽睹一香成碎。王曰：“是何祥也？”曰：“此是西印土传佛心印祖师摩那罗将至，先将信香耳。”曰：“此师神力何如？”曰：“此师远成佛迹，当于此土广宣玄化。”时王与赫勒那俱遥作礼，祖师已，即辞得度比丘，往月之国，受王与赫勒那供养。后赫勒那问祖曰：“我指民间已经九白，印度已一年为一白，有弟子龙子者，幼而聪慧，我于三世推穷，莫知其本。”祖曰：“此子于第五劫中生妙喜国婆罗门家，曾以旃檀施于佛语，作垂状中，受报聪明，为众亲养。”又问：“我有何缘而感贺众？”祖曰：“汝第四劫中常为比丘，当赴会龙宫，汝诸弟子贤欲随从，汝观五百众中，吾有一人堪任妙功。”时诸弟子曰：“师常说法，
于时等者，于法义等，今既不然，何胜之有？汝即令复会，自汝舍生去生转化诸国，其五百弟子以福威德薄，生于女足，今感汝之慧，故为客众相随。克勒那问曰：以何方便令彼解脱？祖曰：我有无上法宝，汝当听受。化未来际，而说偈曰：心随万境转，转处时能忧，随留任得性，无喜复无忧。时客众闻偈，飞鸣而去。祖家夫既然演化，克勒那与宝印王齐塔，当后汉桓帝时九年已四岁也。二十三祖克勒那尊者，二十三祖克勒那尊者，勒那梵语，克即华严，以常感群客恋慕故名耳。月之国人也，姓婆罗门，父千圣，母金光，以无子故，倒于七佛金状，即梦须弥山顶一神童，持金环云：我来也。绝而有孕，年七岁，游行聚落，祖名坚银寺，乃入庙事之曰：汝望星祸福，患祸于人，遂废生劳，伤害私甚，言气妙令苍暗而坏。由是乡党谓之圣子，年二十二出家。三十遇摩拿罗尊者，复法掩藏，行化至中印度。彼国王名无畏海，崇信佛道，祖谓说正法寺。王忽见二人飞速伏拜祖，王问曰：此何人也？祖曰：此是日月天子，吾昔曾为说法，故来礼拜，良久不见，唯闻异香。王曰：日月国土总有多少？祖曰：千世迦佛所化世界，各有百亿弥卢日月，我若广说，即不能尽。王闻欣然，十足眼无上道，度有缘众，以上足龙子捣妖，有兄之子，博通强记，是婆罗门，觉师济世，地父云王，乃归一尊者而问曰：我欲求道，当何用心？祖曰：汝欲求道，无所用心。曰：既无用心，谁做佛事？祖曰：汝若有用，即非功德；汝若无作，即是佛事。经云：我所作功德，而无我所故。师子闻是语已，即入佛会。始祖忽指东北问曰：是何气象？师子曰：我见气如白虹，贯乎天地，复有黑气五道，横亘其中。祖曰：其兆云何？曰：莫可知矣。祖曰：吾灭后五十年，北天竺国当有南起，应在汝身，吾将灭矣。今以法眼覆主于汝，擅自护持，乃说偈曰：任得心性时，可说不思议，了了无可得，得时不说之。师子比丘闻偈心切，然未晓将离何难，足乃密示之，言气现十八变而归寂，为壁分舍利各欲星塔。祖父现空中而说寂曰：依法一切法，一切依法舍，无身非有无，何分一切塔？大众闻寂
遂不复分。旧佛都场而建塔焉。及后汉献帝二十年己丑岁也。二十四祖师子，尊者二十四，祖师子比丘者，中印度人也，姓婆罗门，得法游方，治宾国，有波利家者，本习禅观，故有禅定之见，执相舍相不与之五众，阻结而化之，四众皆默然心服，为禅定师达摩达者，闻四众备德，奋匪而来。祖曰：仁者习定，何当来此？既至于此，胡云习定？彼曰：我虽来此，心亦不乱，定随人习，岂在处所？祖曰：仁者既来，其习亦至，既无处所，岂在人习？彼曰：定习人故，非人习定。我当来此，其定常习。祖曰：人非习定，定习人故，当自来时，其定谁习？彼曰：如镜明珠，内外无异，定若通达，必当如此。祖曰：定若通达，疑似明珠，今见人者，非诸之徒。彼曰：其诸明彻，内外悉定，我心不乱，犹若此境。祖曰：其诸无内外，仁者何能定？会悟非动摇，此定不是境。达摩达蒙祖开悟，心地朗然。祖既摄五众，名闻遐迩，方求法寺，欲依长者，引其子问祖曰：此子名思多，当生遍全左手，今既长矣，终未能书，愿尊者视其素因。祖笃之，即以手接曰：可害我诸？童子俱开手奉诸，众皆惊异。祖曰：无前报未僧，有童子名婆舍，无常复西海斋，受被家亲，诸父之，今还无诸，礼固然矣。长者遂舍其子出家，祖即与受俱，以前缘故名婆舍思多。祖即谓之曰：吾师密有玄计，离难非咎，如来正法掩藏金转覆汝，汝应保护，普润来济。济曰：正说知见时，知见俱是心，当心即知见，知见即于心。祖说济矣，以僧伽离密复思多，彼知他国，随机演化，思多受教，直抵南天。祖谓南不可以苟免，独留宾。时本国有外道二人，一名摩木多，二名都洛遮，学诸幻法，欲共谋乱，乃道为世子形象，潜入王宫，且曰：不成即罪归佛子，妖计自作，或亦玄种。王果怒曰：无素归心三宝，何乃构害？一至于斯，即命破毁邪拦，驱除示众。又自秉见，至尊者所问曰：师得运空否？祖曰：已得运空。王曰：离生死否？祖曰：已离生死。王曰：既离生死，可失我头。祖曰：身非我有，何吝于头？王即挥刃，断尊者手，白鲁永高数尺。王之右臂旋亦堕地，七日而终。太
太子光首叹曰：“我父何故自取其祸？时有向白山人者，申明因果，即为光首广宣素因，解其遗忘。是去圣咒及其宝临传，遂以师子尊者抱体而见塔焉。当为其王二十，年己卯岁也。二十五祖陀舍斯多尊者，二十五祖陀舍斯多尊者，宾国人也，姓婆罗门，父季行，母常安乐。初，母梦得神见，因而有孕。忌惮，全左手，遇狮子尊者显发素因，密受心印。后世南天，至中印度，彼国王名嘉盛，设礼供养，时有外道，号无我尊。先为王李仲，及祖之志，欲与论议，幸而胜之，以固其事。乃于王前为祖曰：“我解莫论，不假言说。”祖曰：“孰知胜负？”彼曰：“不争胜负，但取其意。”祖曰：“汝以何为意？”彼曰：“无心为意。”祖曰：“汝既无心，岂得意乎？”彼曰：“我说无心，当名非意。”祖曰：“汝说无心，当名非意。”我说非心，当亦非名。彼曰：“当亦非名，谁能辨义？”祖曰：“汝名非义，此名何名？”彼曰：“未辨非义，是名无名。”祖曰：“名既非名，义亦非义，辨者是谁？当辨何物？”如是往返五十九番，外道渡口信服。于是祖呼面北，合掌长谕曰：“我师狮子尊者，今日遇难，斯可伤焉。即辞王南脉，达于南天，前引山谷，使彼国王明天德，迎请供养。王有二子，一名德胜，凶暴而色力充盛，一名不如密多，和柔而长英极酷。足乃为臣因果，王吉顿是所疑。又有咒术师，祭祖之道，乃前置毒药于饮食中，祖之而食之，彼反受祸，遂投祖出家。祖即与受具，后六十载，德胜即位，复信外道，至难于祖，不如密多以进谏被囚。王惧问祖曰：“与国速绝妖讹，师所传者当是何宗？”祖曰：“王国西来，实无邪法，我所得者即是佛宗。”王曰：“佛灭已千二百载，师从谁得邪？”祖曰：“引光大士，亲受佛印，辗转至二十四世狮子尊者，我从彼得。”王曰：“语文狮子比丘不能免于行路，何能传法后人？”祖曰：“我师难为起时，密受我信依法纪，以显师成。”王曰：“其一何在？”祖籍于囊中出一世王，王命焚之，五色相鲜，心尽如故。王即追悔至礼，狮子真似记名，乃设密多。密多遂求出家。祖问曰：“汝欲出家，当为何事？”密多曰：“我若出家，不为其事。”祖曰：“不为何事？”密多曰：“不为俗事。”祖曰：“当为何事？”密多曰：“
当为佛事。祖曰：太子是会天智，必诸圣降机，即许出家。六年侍奉，后于王宫受具结魔之际，大地震动，颇多灵异。祖乃命之曰：吾以衰朽，安可久留？汝当善护正法，掩藏普济群友。听无忌曰：圣人说之见，当尽无是非。我今悟真性，无道亦无理，不如密多闻记。再起祖曰：法医已可传授。祖曰：此医为难故，假以证明。汝身无难，何假其医？化被十方，人自信相，不如密多闻语。作礼而退。祖现于神变，化三昧火自焚。平地设立可高一尺，得圣王创浮屠而逆之。当东晋明帝泰宁三年已有岁也。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。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，南印度天德王之四子也，既受度德法，至东印度，彼王名坚固，奉外道师长召范志，既尊者将至，王与范志同度，白气贯于上下。王曰：斯何瑞也？范志欲知祖入境，恐王谦善，乃曰：此是摩来之兆耳，何瑞之有？即究诸徒众议曰：不如密多将入都城，谁能错之？弟子曰：我等各有咒术，可以动天地入水火，何患哉？祖至，先见宫墙有黑气，乃曰：小男儿，执意王所。王曰：师来何为？祖曰：将度众生。王曰：以何法度？祖曰：各以其类度之。时范志闻言，不胜其怒，即以幻法化大山于祖顶上。祖止之，呼在彼众头上。范志等不惧头祖，祖敏其余惑，再止之，化山随灭。乃为王演说法要，彼去真诚。魏王曰：此国当有圣人而祭于我。是时有婆罗门子，年二十许，幼师父母，不知名士，或自言璎珞，故人谓之璎珞童子。游行旅里，盖求度日，若常不清之类。人问：汝行何疾？即答曰：汝行何患？或曰：何姓？乃曰：与汝同姓，莫知其故。后王与尊者同车而出，见璎珞童子稽首于前。祖曰：汝忆往事否？童曰：我念远别中，与师同居，师眼摩诃盘惹，我转甚深修多罗，今日之事，盖弃息因。祖又谓王曰：此童子非他，即大势至菩萨是也。此圣之后，复出二人，一人化南印度，一人原在震旦。四五年内，却返此方，遂以息因，故名盘惹多罗，复法掩藏。即曰：真性心地藏，无头亦无尾，应缘而化物，方便乎未至。祖复法已，即辞王曰：吾化缘已终，当归寂灭，愿王余罪上乘，无望外护。即还本座，家夫而逝，化火自焚。
收舍利塔而一之。当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岁也。二十七祖盘惹多罗尊者，二十七祖盘惹多罗尊者，东印度人也。既得法已，行化至南印度，彼王名相至，崇奉佛成，尊重供养，度月轮等，又施无价宝珠。时王有三子，曰月尽多罗，曰功德多罗，曰菩提多罗。其既开示也，祖欲视其所得，乃以所施诸问三王子曰：此诸原名有能及否？第一王子、第二王子皆曰：此诸七宝中尊，故无也。非尊者道立，孰能受之？第三王子曰：此事是宝，未足未上，于诸宝中法宝未上，此事是光，未足未上，于诸光中至光未上，此事是明，未足未上，于诸明中心明未上，此诸光明不能自照，要假是光，光变于此，即变此矣。即知是诸，即知是诸，即明其宝。若明其宝，宝不自宝；若变其珠，珠不自珠。珠不自珠者，要假是珠而变是珠；宝不自宝者，要假是宝以明法宝。然则师有其道，其宝即现；众生有道，心宝亦然。祖叹其辩慧，乃复问曰：于诸物中何物无香？曰：于诸物中不起无香。又问：于诸物中何物最高？曰：于诸物中人我最高。又问：于诸物中何物最大？曰：于诸物中法性最大。祖师是法寺，以时尚未至，且末而混之。即相至王彦氏，众皆好觉，唯第三子菩提多罗于旧前入定，经七日而出，乃求出家，即受具戒。祖告曰：如来以正法演复大家业，如是辗转，乃至于我，我今逐汝听无。